快看呀，那里有一个元气丸子去捡话筒了。不要捡话筒，不要捡话筒。No！ 不要捡话筒。什么？蛋仔岛中的话筒竟然是一个陷阱，竟然是一个陷阱。你们不会还没发现吧？你们不会还没发现吧？嗯，对了，我想问你们一下，你们有没有捡过这个话筒呀？伙伴，伙伴，如果你没捡过这个话筒，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捡过这个话筒呀。你们捡过吗？你没捡过吗？快看呀，前面是加速鞋子，众所周知，加速鞋子，我们捡到它之后，我们会获得一个加速功能，它可以让我们蛋仔跑到飞快，对吧？对吧？伙伴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在疯狂动物城的门口有一个话筒呀，我猜很多蛋仔都捡到过这个话筒。伙伴们，伙伴们，我想问你们一下，你们捡到过这个话筒吗？嗯，如果你们也捡到过，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不要捡，不要捡。蛋仔岛中的话筒竟然是一个陷阱，竟然是一个陷阱。你们上当了吗？你们上当了吗？伙伴，我说它是陷阱是有原因的，是有原因的。注意看，当我们蛋仔捡到它，你会发现我们的跳跃技能将不会跳了，我们点跳跃都点冒烟了，蛋仔也不会跳，并且我们蛋仔遇到有用的道具我们也捡不起来了。所以我才说蛋仔岛中的话筒就是一个陷阱，它会让蛋仔不能跳，不能跳。你们知道了吧？你们知道了吧？